这么慢的？不是，你咋这么着急呢？不是着急，其实是活急。啊，那你快点的，我那边还有事儿呢。你啥事儿？你得把这活干完。那个今天这个活还是给明星做粉丝啊。你们上次都分多少钱？我80，95，150，我75。今天这么的，一律50。干啥呀？谁到？那上回嗓子都喊劈了，才给80块钱。那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是一个好哥们找的，咱们友情价给整一场，这活干好了以后全是好活，知道不？我就给你喊50的。对，这孩子真完蛋呢，只给出菜呢，你喊50块钱？都给我都给我卖点力气啊！快拿着，分一下，给你拿着，山叔给你拿着50。钱给我。你拿50。没干过这么。你拿了50，你拿50。太低了。你看，告诉你，一定要卖点力气，一定要出菜，听着没？